讲到同客家文化有关的图形，许多人临时外面都会拍入油桐花、牡丹花布安尼的花草。不过讲真件，抢安尼个，抢死的安尼下。两个是四分之一行人的后生的宋志豪、李丕树，因为如此内用新的图像，还有方式来呈现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同客家的手会用多的新灯板，设计出过灯阵的花头。就连客家草药，每半年拿来变做花头。两个人创业一年半，都已经创造出的八个种归于台湾文化故事的原创印花。这上面的印花的卡片都可以拿起来看，就是我们是做印花设计的，那每一个印花背后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外国包装印花布料要到贵宾都黑，很多人目睹改变。真件外套、衫底外套、内衣外套，韩国贴片的黑，各种印花都有各种印花的故事。从亚洲按到新灯版的印花，布料方因内太太的风范，韩国提供特惠三阿哥规定一下，不然你设计就会对客种的手门来耶。那新灯版的话，它其实就是以前农业社会重男轻女，然后再加上说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价值观的关系，我希望男生可以传宗接代，所以说当我今天我生了一个小男生小男丁的时候，就会做所谓的古板，然后去拜拜祭拜神明，让小朋友顺利成长，所以说就会出现了一个小男生跟一个新丁板作为结合的一组印花。第一次来这家店的时候，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会问，就是说这画什么，或者是你画的脑在想什么，然后或者是我越看不懂，我会问的更详细，我想说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对，然后听完那个意义的话，加深这个产品的那个深刻性。就连有名的客家菜草药，每系其中一类引发被吐。除了说希望说创造所谓的跟文化故事有关系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它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会请消费者说，你猜猜看它是什么道哪一道菜？对，然后他们都可能通常都猜不出来，有些可能会很快啦。对，所以说它其实就是客家小炒，对，就是把小猪、鱿鱼、辣椒、芹菜，然后豆干，把它就是变成图像化，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一组印花。油桐花同牡丹花布体现微微的含笑下，做得讲起代表客家文化为土。唔过就讲安尼贴简单，过数松之后，佮天爱只能用新的土含高新的方式来表现丰富的文化。它会因为不同的地方会有不一样的文化的呈现的风貌。举例像就是五月雪，未必就是南部就一定会有五月雪。那在我们那边的客家村，它会有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出现，对，所以说我是希望去呈现说更多元、更独特的一些客家文化的印花设计。年半前，宋志豪、李丕树两个有四分之一客家血统的后生人，佮天爱穷下来巧妙事业，想爱打造一个用土屯故事来讲台湾文化的印花设计品牌。那我希望说把这些传统文化截取出来，然后跟现代生活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它才可以有办法就是让现代人接受，或者说让现代人继续传递下去。我们家的印花我们在推的是文化，那为什么会以文化为主？主要是我们希望文化在融印花在融入生活的同时，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文化生活是产生高密度的连结的。宋志豪、李丕树希望按有文化内涵的印花布料，不提生发后就用起草。我所产品开发主要是绿咖啡用品。台湾的面子和形式真是百百种，我用这种卷的方式去决定它的大小尺寸。对，那就算是软的，这种塑胶带柔软的，我放进来之后也是因为它的收纳我们设计的一个这个模式，那它就可以 for 很多种尺寸，再也不会有我今天又收到另外一种形式的面子这个问题。两个都是台中人的设计师，对彩体文化更认真。华裔他其实本身他就是长相这样子，
就是它其实就像路边的野草，但是它需要经过一些人工的处理之后，它才会变成一道佳肴。对，那通常麻糬在煮的时候，它一定会加入小鱼干、麻糬叶还有番薯。对，那它煮起来的时候，就会像是一碗绿色的汤里面浮着一颗颗大颗的那个番薯，所以说它就很像绿色的海洋上面浮着一座金黄色的小岛，所以说像这组印花就叫做番薯岛。韩屯台中的太阳饼文化结合天桥生意的故事，打造出规定人写的故事，太郎爱讲自家家乡的故事。因为当初他本身就想说运用到中华文化，就是天狗食日，然后再加上台中最有名的太阳饼这个产业。那因为其实如果传统产业的话，它如果说其实我们没一直去关注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消失。所以说我们就把像是远距离恋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元素加到这个印花的故事里面。一次无停的建创作，打造出几百组的印花美图，没梦想到也是今年跳下马创业最先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像我们的花样很多，因为我们家做印花的，所以做印花要让大家知道，一定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图腾，然后有故事。我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印那么多布，每一款都像一般基本量下那么多的单，所以要找到一间愿意帮我们的印花厂。大方式都要自家落实做，设计好产品做出来过后，一定要建立起安阳的消费者才会了解到亚金花设计的故事，还够会上街流传出来卖。90%靠近我们摊位的人，绝对只是因为这图案颜色好像很鲜艳、很漂亮然后靠过来看，那个图腾的意义、具有意义性这件事情，其实在印花设计的考量上，其实真的对消费者而言不重要，对，但是这却是我们印台湾在设立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品牌，我们的印花不是单纯漂亮的印花，它一定要有意涵，因为我们觉得文化是我们的根。好礼批书，希望大鹏日常生活会从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表达出来。安尼印花布唔但只有长嘅花样嘅，其实还有丰富嘅文化，充满咧台湾故事嘅光彩。